深夜十一点，海面上升起了雾气，笼罩着远处的小岛，若隐若现。借着叶子和水雾掩护，两艘冲锋舟正悄悄向小岛抵近。冲锋舟上是广州军区某特种作战旅的连长刘圭和十六名特战队员。就在五个小时前，他们刚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在返回驻地的直升机上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命令。刘圭特战连，现在命你组织突击小分队立刻出发，务必在八小时内完成对 A 岛指挥所的侦查和破袭，听到没有？明白，是，我们立即执行。接到命令后，刘圭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借助潜伏在深海的潜艇，通过爬出潜艇鱼雷管渗透到海岛，随后对岛屿的地形进行了侦查。此刻距离任务限定猎杀敌人的时间还有短短三个小时，这个时间对于完成任务已经十分紧迫。然而出乎刘圭意料的是，岛上并没有任务中所说的指挥所的痕迹，而只有一个雷达站和油料库。根据经验，刘圭分析指挥所很有可能潜藏在地下，而进行破袭必须先摧毁地面目标。打掉他的雷达站，我们就可以是把他的眼睛打掉，把他的油料库打掉，我们就把他的后方补给给断掉，把他的粮食给断掉。明确任务后，十六名特战队员悄悄从刘圭侦察过的安全点登陆，换上装备后互相配合搜索前进，破袭行动正式开始了。没有任何语言交流，特战队员之间仅靠简单手势就能彼此了然于心。虽然时间紧迫，但是在夜色和寒风里，刘圭和队员们配合的依旧默契。事实上，刘圭带领这支特战连不过四年的时间，却已成为了全旅第一个全优连。如果把整个特战旅比作尖刀的话，刘圭的连队一直有着尖刀上的尖刀的美誉。2009年，由于军事素质突出，刘圭被安排到广州军区某特战旅一连担任连长。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他又多了一个新的名字——魔鬼连长。我们几个战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说，连长一天到晚就知道搞训练，搞那么累。在特战旅，刘圭带兵是有名的铁棍。这是在执行这次猎杀任务之前，刘圭带领队员们进行模拟跳伞训练的画面。因为几个队员落地的动作不够标准，刘圭一下就急了，这和他平时的性格反差很大。冰冷，什么叫三点冰冷？什么时候膝盖、脚踝和脚尖都是冰冷的？你看你的脚，打开动画。哎，不要停呐！是啊，我说了是啊，手不允许撑地，俯身十个，为了保护你的手。这个我跟他们分得很清楚的，在生活上面，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和战友一起来分享，在训练上面，我对他们说的是不能来半点虚假。每时每刻都是按照实战的标准去训练他们的。当兵打仗，练兵打仗，时刻准备上战场。
除了完成日常训练，刘圭时常给大家加餐。20公里长途奔袭是家常便饭，负重35公斤的70公里丛林拉练是必修课，更别提20多项海陆空高危险科目轮番练习。广州这种很热，就是温度很高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已经受不了，就到极点了。极点的时候就是出现那个呕吐啊，呼吸急促啊，就是就嘴唇发白那个样子。他当时就跟我们讲了说，在战场上，这就是实战训练，在战场上你想喘气那是不可能的，敌人不会给你喘气的机会。我经常跟我的跟我连队的兵也是这样说的，我说几个字一定大家牢记，一个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说大家满足于现状，下步我们就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作为一个连长，如果只是训练严格，刘圭还不会显得有多特别。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刘圭的铁腕不仅仅是针对特战队员，还包括自己。只要是他带兵训练，无论多累多危险的科目，都会身体力行，率先完成。他带兵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率先谋划，首先自己做到。你说100到1000，没有你自己做出来，那么要说服你。首先带兵员个人素质要很过硬，如果说我们自身素质不过硬，特别是带特种兵，你无论说什么，他绝对对你不服气，他不会服你。1980年出生的刘圭今年33岁，而连里的小伙子们基本都是精挑细选的90后，和他们一起训练，体能上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刘圭带领队员们进行擒拿格斗的训练，两人一组互为攻防，因为彼此熟悉，队员们都不愿下狠手，训练变成了流于表面的花拳绣腿，这让刘圭看不下去了。他主动提出让大家把他当靶子进行训练。他踢我一脚，我感受到有点分量，他让我踢他。之后我们连续上了3个人，我们3个轮流踢下来，他的这个脚基本上是先是红，再变形，再发紫。但是他说这就是实战，我们就应该这么打，就应该这么打。从那时候我们训练就从一种抗的角度转变成一种实战的角度。就是这样处处以实战为前提的扎实训练，刘圭先后带出了20多名特战尖子，6名全军优秀特种狙击手，全连10次在军以上考核中获得全优。而这一次上级布置的潜入海岛进行秘密破袭指挥所的紧急任务，没有给刘圭和他的连队任何准备的时间，这支王牌部队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展现出自己的过人实力呢？刘圭找到指挥所所在地后，决定兵分两路，采用2面夹击的方式对敌人进行猎杀。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困难？战斗中，队员们互相信任，协同作战，这背后却是刘圭以死相搏的兄弟情。军事纪实正在播出《勇闯夺命岛》。这一晚，在这个距离广州城50公里的海岛上，经过密切配合，刘圭和他的特战队员们仅仅用了5分钟时间，就迅速歼灭了守卫的敌兵，控制了雷达站和油料库。然而，接下来他们却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情况。午夜0点，离上级要求的完成任务截止时间还有2个小时。
刘圭带领16名特战队员在丛林中仔细搜索，却依然没有发现指挥所的踪迹。此时队员们开始有些着急，而刘圭依旧保持着冷静。他明白要在陌生的岛屿上找到一个精确的地下目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地下指挥所，它第一个它比较隐蔽，第二个对于内部的结构，我们不经过周密细致的判别的话很难判断得出来。所以说对我们执行这个任务如何精准的实施打击造成很大的难度。忽闪远处的一点灯光引起了刘圭的注意，他立即命令队员们停下脚步潜伏观察。20分钟后，2名哨兵探出了脑袋，刘圭判断敌指挥所很有可能就在附近。是啊，我们通过发现他有条过道里经常有人员进行出入，这可能是指挥所的必经之路。然而仅从外观很难判断指挥所的内部结构和储存兵力，如果贸然从入口突破，一旦遭到敌人火力的猛烈还击，特战队员就没有退路。刘圭当即决定有2组人员对其实施两面夹击。突然突入的方式，我们通过他在地面上面那些左下那个水泥的左下，我们基本可以判明他在地下面的情况是可能会是哪样的。首先我们在地面上面这一层是他指挥所可能的位置，我们实施爆破，然后让我们的人员能够迅速从地上直接突入到地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一组。之后我们的二组从那条路指挥所的必经之路进行封锁，进行突入。要实现两面夹击的战术目标，两组队员必须互相信任，配合得天衣无缝。迅速飞。任务分配完毕，行动开始。二组的2名特战队员悄悄摸到了指挥所入口处，将守卫战士击毙后，迅速控制了入口。同时一组队员由刘圭带领准备对指挥所进行爆破，而此刻如果刘圭无法按时完成爆破，敌人一旦发现进行火力还击，16名队员就有被全部歼灭的危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事实上这样的危险对于刘圭和他的队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3年前2010年6月21日，也是一次特殊任务中，他们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那天早上天气晴朗，飞机爬升到了预定高度，刘圭带领他的特战队员们进行800米跳伞，特战队员一个接一个跳下，降落伞次第展开，像花朵绽放在蓝天大地之间。然而危险正悄然逼近，轮到战士陈波了，他一跃而下，连长刘辉紧跟在他的后面，两具主伞相继打开飘然而下。突然一股强气流袭来，陈波连人带伞被卷入刘辉的伞中。顿时两具主伞缠绕在一起，两人失去了控制，急剧下坠，瞬间坠落了200多米。缠上去之后，两个伞交替失效，等于开始我那具伞失效，然后他那具伞充气，然后充气之后我往下坠，慢慢的他那具伞消失，就是不充气了，然后往下坠。陈波完全慌了，在刘圭的伞里挣扎着想出去，可是不受控制的伞绳却把他越缠越紧。训练场上望着空中发生的这一幕，所有官兵都惊呆了。
当时我心里是车下惨了，绝对是憋出人命了。600米的高空，无论是地面指挥还是飞机上的伞降救援，谁都无能为力。而此时刘圭和陈波还在不断下降，空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十分宝贵的，因为每一秒你都要失去高度，如果说没有高度的话，我们就很难处理情况。距离地面还有不到600米，刘圭冷静了下来。他知道处置这样的危机有两个选择，要么飞掉自己的主伞，打开备份伞，这是化解危机的最快办法，但陈波就有可能被主伞困住；要么割断自己的伞绳，让陈波解开缠绕，这样他自己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刘圭该怎么办？时间不会让你把什么事情都想清楚了之后你才来办，所以说我就做了这个果断的处置。慌乱中，陈波看到连长刘辉拿出了伞刀，开始割自己的伞绳，一根、两根、三根。正常情况下，伞绳最多只能割断三根。然而，陈波并没有解脱出来。急速下坠中，刘辉再次用伞刀割断第四根伞绳，抛掉主伞，使陈波成功脱险。感觉我的伞绳突然往上，慢慢的往上飘。我的伞呢也随之正常了。而此时刘圭距离地面只有400米了，这是逃生的临界高度，生的希望正在以秒为单位倒计时。失去主伞的刘圭像一块石头直线往下坠落，往下一看，突然一看，看到没看到我们连长了，发现那个伞上面没有我们连长了，当时我的心咯了一跳。我的最后的300米，刘圭用力拉开了备份伞，以每秒钟50米的速度急速下降。如果备份伞无法打开，6秒钟后惨剧就会发生。生死高空，刘圭把生命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战士，用行动践行了那一句：“我们是兄弟，我愿意为你们挡子弹。”刚开始听到连长说上战场他会为我挡子弹，我真的不是非常相信。我脑袋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说现在和平年代，如果真的打仗，你会愿意为我挡子弹吗？我觉得连长是我的好连长，更是我的好大哥，跟着他豁出命来我心也甘。2秒钟后，备用伞终于打开了，生命之神赐给了刘辉宝贵的4秒钟，转眼之间刘辉平安落地。这个伞打开了之后，反正没一会儿人就掉地了，很短暂。他是我的兵，应该对每一个兵负责任，他们平平安安的进来，我也想也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到他父母的手中。我也跟他们说，我说在战场上连长可以为你们挡子弹。当时下来的话时候，我就说我们跟着这样的连长确实是我们的荣幸，他能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感觉我跟着这样的连长上战场我不怕死。这是连长刘圭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战友的实际行动，让队员们之间建立了极强的信任感，战场上甚至可以以命相托。而这次刘圭和他的特战连临危受命，在克服种种困难后定位了指挥所，刘圭即将亲自带领一组队员进行爆破，在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将如何再次担负起战友们的信任？5分钟后，一声巨响，地面被炸出了一个突入口。刘圭带领的2组队员迅速冲到地下，对敌方展开搜索猎杀。
惊慌失措的敌人开始向指挥所入口跑去，而此时等候多时的一组队员已经把这里封住了。凌晨一点，刘桂连队最终完成了破袭敌指挥所的任务，而这个时间比上级要求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只要我们训练，我们就按照时间的要求了，都我们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如果说明天这个发生战争，我志愿上战场，当兵打仗，练兵打仗，时刻准备上战场。短短几个小时，刘圭带领他的连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勇闯夺命岛，用行动再次展现了特战尖兵的血性和智慧。历来当兵未打仗，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跟着一个能为自己挡子弹的连长上战场，兄弟连时刻准备着。养兵千日能打仗，用兵一时打胜仗。扫描训练场，透视军兵种，放大精锐部队练兵细节，见证全军官兵战斗意志，浸透着一线作战部队铁血味道的系列节目时刻准备着。军事纪实栏目下期播出。